台湾大剧，台湾顺牛。嘿，你的麻烦的牙条，不是台湾的顺牛。千军万马大队，我烦恼，我无忧愁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顺牛。啊，今日变扫房间。 啊，我的伯伯嘞，伯伯，嗯，伯伯，来喽！公公公公公，嘿，咩咩姨咩咩，啊，看到孙女啊，正在打扫，咕咚口袋，我吓一跳，难道是顺良他吃错药，还是他卡卡，真的坏掉啊？公公公公公啊，咩咩姨咩咩啊，哎，伯伯。 你讲的什么话？敢若好亲像我台湾顺宁，我扫一个涂骹真稀罕，我拢唔捌咧做代志共款。唉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那边抬杠。哼，我无闲，我心情就歹。你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湖南呐、啊，湖南省现在在闹饥荒，你那个大伯啊，住在湖南，但是也不知道有没有安全，没有平安，真是叫人担心啊。唉。 婆婆，嗯，有人敲门呢。我知道啊，啊，你搁徛遐坐。哦，袂使徛遐遮吼。用啦，你放下，听啊，听错。嗯，你来去开有窗，我大家一起。啊，婆婆，你的意思就是叫我去开门就对，我完全了解。这你咧只讲着我，我今日恁兜做牛做马拢无去恁一句话，我就完全了解你甲我破嘴。你若讲嘴风调，是要安怎做人？ 我要恁两个再去开门啊！开门我知影，嗯，啊，不是要开门？嘿啊，我开门啊，我开去，我去开就对啊。好，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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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开，我来开。宝宝，你莫叮当，你若一个叮当，你若传出去，互咱厝边隔壁知影讲，一个宝宝去开门，新妇伫咧边仔看，我将来是要甲厝边甲人徛去，宝宝。 你开，你开就开开嘛。宝宝，我看拢无人。你内面哪有人才有鬼？你内面有鬼啊？有鬼，有鬼。那是爸爸，咱家有鬼。那房间，开一平，开一平。那他动，你好强啊！哦，拍水，就马上加了。啊，拍水，拍水，拍水。嘿嘿嘿。 哎，哦，哎，几位，几位，哦，我们两位啦，抽不抽烟？喂，没事的，我跟我妹妹，我们从湖南来的，我们是来找婶婶的。哦，找婶婶？婶婶，婶婶，我们叫伯婶婶呢，我们叫伯伯婆婶婶。有婶婶，有啦有啦，婶婶，婶婶就是我。婶婶，谢谢了，谢谢，婶婶，现在呢，伯伯，你当时改名叫婶婶啦？我无改啊，伯伯是你叫我伯伯，应该叫婶婶。哦，好，你我知啦，婶婶。 你别再叫婶婶，你还叫伯伯。哦，我想，我想婶婶。没有啊，伯伯，你想死啊？哎呀，婶婶。哎呀，哇，这长这么大了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没有看见了，怎么会到这边来啊？哎呀，真是说来话长，听我唱来了，Music。嘿，说来话长。 伯伯，嗯，嘿，大伯女儿，刚才我出去救命。闹人，你还记得哦？啊，帮忙是啊。因为我们是在走投无路的，希望婶婶能够收留我们，至少让我们住在这里就好。对呀，对呀，你再怎么讲啊，你们是我的亲戚啊，如今遭到这种变故啊，我如果没有帮忙你，我还算是个人吗？谢谢婶婶，孙女啊，谢谢。你隔壁王阿爷门口，你敢等刚刚早干啊？是。哎呀呀！ 伯伯，你来讲安尼啦，啊，两位请起，两位请起。伯伯，人家再怎么说，也是大老远从湖南到这边来投靠我们，他们最需要就是我们伸出援手。你知道这样知道吗？啊，你进来哈，去后边哈，要查破破。嘿，嘿，一句话你也不要讲。婶婶，你怎么这么大声？我婆婆，伯伯，平常时阿那跟你讲，讲话袂使无大无小，乌白来的。嗯哼。
意思就讲吼，请两位去后面劈柴。没关系，不管怎么样，让我们做牛做马，那无所谓，只要能够收留我们妹妹，我们赶快去砍柴，好不好？好，砍人都无所谓，我们去劈柴了。好，用妈的，用妈的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做劈柴。哎呦，真的好可怜，没我安尼，没地台。我那我安怎啦？你像我安尼，给我有礼貌嘞，多一个请字就差很多。我不像你，只讲讲，我们讲起来五四三。好。 人生那么可惜啊！那我后来到起步。我不是很久了，我叫人家也要给我。这里能到底来做？我假把子。好啦，我完全了解啦。婆婆，请开门。哎，我有讲情啊。你给我开门，你给我走到，你给推。哦，那讲完我就去开啊嘛。哎，有人有啊？ 啊，爸爸，有僵尸！僵尸！僵尸！哎，黄大人啊，不见不累，枪啊！黄大人，黄大人，哎呀，老夫人，哎呀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！哎呦，怎么到这边来呀？哎呀，哦，听了。公公，公公，嘿，妹妹，妹妹，我是观天阁大臣啊，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啊，天时地利我全能，是看透阴阳我最神。 是是是是是，黄大人，不，那么八点钟，因何好天气，赶过来家坐坐。开始，黄大人请坐啊，谢谢老夫人。嗯，哦，老夫人你也请坐，请坐请坐。你在解签啊？我没在解签哟。应当你我来，应当我，我应当你，我别。没在那样。 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念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，阿黄大人要何贵干啊？哦，老夫人，其实我只是顺道经过，特地过来看看老夫人。老夫人，近来您的身体可好啊？哎呀，最近啊，你去我那个包包看啊，有一个手腕型那个血压计啊，经常戴在手上，看他的起起落落的很可怕，有时候下面那个数字超过三个数字就很可怕，应该九十以下才标准了，就是60到90，比较60以下就变低血压，秋冬交替的季节很麻烦了，奉劝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乃心血管疾病的话，还是别注意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老夫人，嘿，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感觉哦，这，哎，大事到可不可以说啊？说没关系，您尽量说。 这府上啊，妖气冲天啊。家里头好像不太干净哦。唔系，阿五大人，阿你讲话讲话咧，我咧厝我透早都已经扫过地了，阿你讲讲阿无干子，只块钱乱。啊，不是，你误会了。这个误会，我连他门哦，我他妈咧哦，一天一天连干种整洁哦。这位姑娘，你真的误会了。谁误会？ 我家里这么干净，你还说不干净？你们家有鬼啊！有鬼！黄大人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再这样说我婆婆，我可要生气了。谁说我婆婆？我拜托了，黄大人，我知道你有法律了，把这个妖怪赶快收走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其实你们都误会了，虽然你们长得很像啊，但是下官说的是真正的鬼啊。 这个听着，恁怪怪的，当然你骂人，你敢不知妖魔鬼怪的东西？伯伯，很奇怪呢，这黄大人当官的，他怎么知道我们家有鬼啊？你对我了解，我讲我你听你就知啦。Music。天下第一是阿呆张官，官车形象的三品大官。 斩魔除妖，他最喜欢小鬼，看到他马上钻。在这，在这，在这，在这里。没错，在下正是官拜三品的钦天大臣，掌管天下朝廷的运势。不仅如此，在下还能够除魔卫道。洪大人，那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，帮我们家收妖啊？收妖是可以了，不过这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大人的意思是要收费，对不对？收费，老夫人，此言差矣啊！哦，想当年我爹与你家老太也有数十年的交情啊！是是是，哎，这种感情怎么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呢？
你要在屋，明天再来变台梯啊！当然是啊，你不会被探什么急啊？奇怪呢，啊，对了，老夫人啊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忘了交代你们。不过你们一定要记清楚了。哦，什么事？这府上啊，好像不止只有一个鬼耶。嗯，这好像有一男一女的不明的灵啊。一男一女啊，所以呢，这收费要20根金条啊。没，不是，那我们明天没有二十根金条呢，后天才有。那下官后天再来了。哎，再离开，超现实的。哇，这这官东西啊，那个。东西啊，那吗？嘿，我讲哦，一男一女定是你们那个亲戚湖南来的那个。怎么可能？那不可能。那个从小我就看过那个是人啊，怎么是鬼呢？拜托，刚刚那个男生有没有？
你绝对就故意的啦！哎呦，伯伯啊，你看看，那个才批好的人不见了，你赶紧变啦！走路来，哎，人家估计饥荒哦，饥荒的时候，全村子都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只有他们两个人好好的过来这边，这里面疑点很大哦。再加上大伯家里是不是很有钱？很有钱。既然很有钱，如果说好了，他们两个人是活命出来的，那身上一定放很多盘缠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呢，在半夜寄宿在某一家客栈里面，突然出现了歹徒，觊觎他们两个人的钱财，男的杀，女的奸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们一定是鬼魂飘过来的。再说了，走路真的走路过来的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一走路过来吼，一定哦，鞋也磨到破去了吼，脚磨到歪去了吼，小腿走断了啦，剩下膝盖。我跟你讲，不，你这么恐怖，恐怖！我跟你讲啊，一定是鬼魂飞过来了。我绝对不跟你骗。哎呦，你讲到讲恐怖，给我陪他干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哎，那现在我们两个人怎么办呢？我们干脆赶快回大厅去比较安全。哦，好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啊！鬼啊！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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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们去哪里啊？没有啦，刚刚因为妹妹啊，她想要去茅房，所以我想我陪她去会比较好。我们回来啦。嗯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批。哦，哎，我们来批起来吧。哎呦，我吓死了。伯伯，我还是觉得很可疑哦。啊，你讲正经的哦，因他那两个人是去茅房，他干嘛站在这边搞恐怖？很可疑，太可疑了。你还讲嘛叫恐怖？哎呀，有什么办法证明他们是鬼呢？什么办法？有了。听说鬼，他是虚空而无形状的。如果拿起我们的手刀，从他的身上。怎么了，先生？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没事没事，很好，屁柴，很好。你死啊！你要搞的死啊！你前方你的车都真心贵，我擦看麦哪擦的你记得起？哎，听哟，听是，安尼你是人。你讲这个办法不错，真的哈。这样子，我去试试看。对，手刀对吧？擦！没事 ，OK。
你给他擦擦短，你给他擦擦短，你给他擦擦。给你猜，哪只手擦？哎，据我的经验哦，不是左手就是右手。哎，带回来。给我爸一个一个。慢点，擦，擦气，擦气。一人擦一个。小声一点，这样擦起来。哎，砸我好哇。嗯哼，嗯。哎，你就我这侪年啊，打破我你唔得掉，擦破我啦。嘘。到底顺娘与婆婆会使出什么智鬼怪招来对付这对侄子侄女呢？精彩的台湾顺娘马上回来。久别樱花木的槟榔姐妹花重现江湖喽！哎呀，哦，没想到。我竟然和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在一起卖槟榔？什么？我不男不女？我看你才是长得不清不楚的。哎呀，吓死人了！我跟你讲，你自己才是长得是不明不白。我那不明不白，比你这个不伦不类还好。到底宝琴啊跟宝玉啊会说出什么惊人之语呢？精彩的内容我们马上回来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那个，你那个背上有一只蚊子哦，我想把它戳死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妹妹，对不起，因为哦，我怕你哦砍柴哦背会酸哦，我是给你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。可是不用这么大力吧，婶婶。不好意思，对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 ，I'm sorry。劈柴。哦。你软兔，兔不会讲你是狼的，你是？我跟你讲哦。虽然是吐不过去，但是哦，我看他们的眼神哦，怪怪的，还是很可疑的。真的？哎呀，要不然那个哥哥干嘛那么凶呢？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贴符。贴符？有没有看过那个符啊？往那个眉心一贴，啪，不能动，那就是鬼。暂时停止呼吸。耶，这部片我有看到。对对对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哪里有。哎，妹妹，你来一下，哥哥呢？你好好劈柴就好了哈。我有事情跟妹妹谈。嘿，妹妹你过来一点点哦，妹妹，不能动了，不会动了，进来，进来，跪，进来，进来，宝宝，不会动了，我开。婶婶，你在干嘛呢？我的个天哪，贴错了，贴错，就说嘛。这应该是福到了才对嘛！哎呀，不是这个福啦，包公，你真的是你偷偷跟他讲哦，爱贴符我就去贴符来，你还来传一遍，讲人讲我笨哈，你讲哦，我跟你五句，我今天我已经贴对了，你还说我贴错了，啊，你不认识字，这不是这个符啦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但是既然贴上了，在这边呢，我们先跟大家拜个早年，好啊。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对你。马连家呢？恭祝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马连行大运，龙马精神。希望在未来新的一年里面，大家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恭喜！喂。不是，闭嘴，没事。哈。你看过来，坐。你坐，你是唔捌你兼无卫生，你放屎无洗手，我就不能干干净净。小虎啊，一万五块哦，你临时临时要叫我去倒吹啊？你晓晓，你晓晓未？我未晓，我哪会晓？你未晓啥？你叫我去倒吹啊？我这边变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曾经哦在书里面看过哦，如果哦这是鬼魂的话，用黑狗血。喷他，然后他身上呢就会像被硫酸腐蚀一样烧掉。有黑狗吗？
没有没有，我们家里有一只白的，那怎么办？哎，我们把它喷成黑的，拿它的血，不青菜公公，那怎么你是白果，一种是黑果？婶婶，才都变得差不多了，那我先去前面挑个水，要不然晚上水可能会不够用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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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。就跟我，就跟我，有二人就跟我，我跟我，嫁跟我，怎么了？你呢？啊，我有一个办法。嗯，他现在要去井边挑水。哎，我在那边嘛，你看一下子就知道他是人或是鬼。我们去吗？没没没，我去就好了。你去就好了。嗯，那我在这边等你。对。哎呦，这么到底是要安怎都好啊？青天大成了，我后天才会来，我这卖是别人种的好啦。哎呦，老夫人，哎呦，洪大人，你不是后天才来吗？我那个金条还没有准备好啊。哎呀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哎呀，老夫人真的不好意思啊。刚才我回去哦，又观了一下天象，才知道啊，那一男一女的灵啊，应该是出现在隔壁的王家才对了。下面，老夫人，你佛错了，你分不掉去。我真的看错了啊，因为最近这个狮子雨，这个狮子星流星雨的出现呐、啊，才把这个星象整个弄乱了，这才看错了嘛。哎呦，你是什么青天大臣呐、啊？啊，皇上身边怎么有这种人呐、啊？哎呀，狮子座的狮子雨，当时狮子雨，不好意思，是流星雨啊，狮子座。你这样子哦，清朝迟早被你弄垮掉的啦。上回啊，就是因为我看错，这圆明园才烧掉的啦。哎呦，糟糕了，那我们国家惨了啦，清朝完蛋了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那下官就自动消失好了，赶快。赶快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乱七八糟的，你看。啊，婶婶啊，原来你以为我跟妹妹是鬼啊？那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错，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 ，music。嗯。我以为你是鬼，原来是一个轮回。很抱歉，很后悔，青天大臣他最不对。你说我。是个鬼，难道你们不惭愧？其实我绝不是鬼，请大家不要争笑。唱得很好，对不起，都唱得很好。那现在都怪那个大臣不对了。你跟你妹妹可以安心住下来了。谢谢婶婶，谢谢婶婶。婆婆，婆婆，哎呦，婆婆，真相大白了。哟，嘿呀，伊不是鬼。有啊，哎呀，是人，是人呐、啊，朱家大臣嘛，他妈搞清楚是人呐、啊，对嘛，你哪知是人？嗯，哎呦，你看我外跳掉了、嗯，我们的对妹妹呢，到这个井边的时候呢，刚、嗯、好呢，这妹妹哎呦，要去井边了，要去抢水时阵哦，我突然给扯落去，扑通突然沉落去，后来我叫人救人哦，救人救人，你看看，如果他是一个鬼的话呢，他哪会淹死啊？不就那么快的啦？结果呢，妹妹越沉越下去，哎呀，这边我的仔仔讲哦，伊妹妹是一个人，你看我外跳，这个时阵是不是大家来一个？哎，十全十美，嘿，嘿。有跳无？你小耍呗？哎，啊！你看，不咯不咯不咯，莫甲救就对啦。唔是啊，人唔知不咯不咯。你扯了偌久啊？就拄我尔。哈！救人啊！哎呦！哎，怎安尼？我咧用我上我的大智慧，我去甲分辨是人是鬼。啊，怎啊大家都在创意啊咧？那什么意思？拜托诶，台湾孙牛，我上跳咧。嘿！你已经下凡的比较牛。阮是台湾的阿孙娘，天真活泼多自由，有无烦无恼无忧愁。